农历猴年2月16日，今天大家都被黑暗之魂三给刷屏刷爆了吧。本期视频保证不提黑魂。索尼宣布将在 SCE 旗下成立手游公司，主要针对日本、亚洲地区的移动设备推出游戏。对，索尼也习惯将日本和亚洲分开说，不对，这完全不是重点，重点是 PSV 的饭碗不保了呀。还记得早些时候被爆出的任天堂 NX 新手柄吗？今天外媒继续曝光出清晰照片，不过依然没有开机画面。然而国外的玩家们已经开始讨论起这个控制器应该怎么玩游戏了。还有这位同学，你够了啊。微软将在今天向 Xbox One 推送更新，最实用的变化，玩家现在可以在 Xbox One 上直接购买已经向下兼容的 Xbox 360游戏了，然后双击西瓜键即可更方便的查看成就，可自定选择录制视频的时长，派对人数上限增加到16人。当然微软和腾讯谈过以后发现也可以搞一个 Xbox 人偶 QQ 对决比赛，总之就是 Xbox One 系统将会更方便更好用。哎，日服买黑魂三好贵啊，淘宝7500点要450块钱，为了早玩10几天多掏100多块钱呢。